成我的战术熊猫头。哈，这熊猫头的位置好像不太对劲，不管了。报告，我刚才看到左边田里有两头猪在交配。我们在银杏村里面踩着三人自行车，虽然说是三人自行车，但是我其实相当的划水，划水的人最开心。Hello， 我现在在云南腾冲的顺德古镇的一个民宿里面，这是民宿的妹妹。妹妹，大家好。妹妹，你叫什么名字啊？小名叫波妞，大名叫波妞。你啥看呢？那个，看这个夕阳。吃了一碗米线，在这里早上天天吃米线，然后我把其他东西也泡在米线里，它的这里的什么玉米啊、炒菜啊，我全都放在那个米线的汤里泡一泡，蛮好吃的。我妈看到了一家冰淇淋店之后，她点名要吃里面的厕所款式，那我就吃了正常款式，但是她要吃厕所，超级便便款。这个麦浪的颜色好漂亮，这个角度可以勉强睁开眼睛，但是虽然你们现在看不到，但是我周围飞了很多很多的虫子，刚才已经不小心吃下去两个了，味道还可以吧，补充一点蛋白质还是不错的。啊，兄弟们，这有点害怕，有点害怕，还要上山，关键是。哦，好了，我到了。就是我们有六个人，大家都骑了马，现在下了马，只有我手上有一股非常非常臭的味道。我还以为大家都臭，我本来心情还挺好的，后来一问，只有我是臭的。然后我的新名字就是马臭少女。大家说这个合理吗？明明大家都是一样拉着缰绳，这合理吗？呜呼！然后我们现在坐缆车下山了。缆车的风景还是蛮好的，哇，这个风景真不错啊！快看含羞草耶！大王连夜，小朋友可以坐上去。哎，我觉得我也可以坐上去。真的吗？但是我会掉下去。那好吧。这个大阪跟
好像恐龙的脚啊，像那种万龙的脚。它的脚上。哇，昨天在热带雨林累到了，今天我们就宅在房子里不出去了。哎，太费柴了，妈，太费柴了。舒服呀。啊。费柴才是我的终极梦想。现在已经下午两点，然而根本就不想出去。2000 years later。哎，现在已经是6点钟了，没错，我们就在这个沙发上面度过了一个下午，真不错，真不错。好了，现在我们出发去夜市了，一整天不出门，出门就是去吃东西，这就是人间废柴。这个夜市我直接一个好家伙，好大的夜市，正面是大金塔，然后下面是夜市。哇，这里有好多美女姐姐在拍照，这里遍地都是这个民族摄影。我妈想让我拍，但是我爸没什么耐心等我，估计我自己也不太想拍，好麻烦。我就看看，我就意思意思自己自拍一下吧。我想买点东西抽给你们，但是这里只有小姑娘喜欢的东西。我看我给女粉买点手环吧，我看看都没看到男孩子会喜欢的东西。这个 Hello Kitty 包和我的糖豆人一个水平吧，是垃圾食品喽。喂，这是什么？香菇啊。这个就是螺蛳粉里面的臭笋，臭臭。上次给大家表演了一个筷子扭曲，今天再表演一个慢速版本。怎么不扭啊？哦，扭了扭了。看我的，没办法，这种夜景你不用这个拍，拿 iPhone 前置就可以直接去拍温子仁老师的《招魂三》了。我们周边有个小猫咪，好乖呀！错峰出行实在是太好了，这个观象栈道只有我们三个人，像包场了一样，嘻嘻。现在我在西双版纳的亚洲象救助中心，里面都是救助一些原来生病很重被象群遗弃的小象啊什么的。然后这个是阿跑的性格特征，外强中干，怎么能这样？这一头它是个公象，但是它口水喷我爸口水。这头大象是公象，但是因为它天生长不出象牙，所以就在象群里待不下去。然后找不到配偶，工作人员说：“哎，看到没有，找不到配偶的象。”哎，拿过去，放在它嘴，放在它鼻子。他要三个一起吃，一根吃不过瘾。明天我们就要回去了，然后今天就在酒店里面吃个饭吧，懒得出去了。这酒店有个像无边泳池一样的地方，蛮好看的，但是我不太想游，就算了。我不会游。这大鸭飘过来了，这是火烈鸟。啊，火烈鸟啊。大鸭子不是巨无鸦什么？有点可爱的呢，还是对，没事。